报名连结先给你们了啦，你们有兴趣的，对自己有信心的，连结给你们了，而且不限年龄，不限性别哦，非台湾人也可以参加哦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去叫那个什么什么企鹅啦，跟那什么贝拉的？你们是有没有常常看那些台的？然后顺便刷77的耳男，好不好？帮忙私讯一下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有一些韩国的、日本的同事，好啦，反正各位就可以介绍。你们就是如果身旁有朋友真的对这个有兴趣的，就可能想做网红，你搞不好觉得就算不是自己啦。你身旁有朋友是真的很有才艺表演的，有这个兴趣的话，可以推荐他一下啦。男生女生都可以啦。我是个人希望私信是女生，因为 NE 最近女生真的太少了，这个阳气有点太重，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这个女生会比较好一点，找点这个香香的妹子来补充一下，好不好 ？NE 网红养成计划，想成为魔镜的一员吗？你的机会来了。啊，姓名嘛，比如说好了，我们先来，我帮一个人报名好了。张博伟，好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报名。很简单，你就先报你的真实姓名，我们真实姓名先报张博伟哦，然后艺名就 JTeam BB 之类的，然后联络电话，博伟的电话1987878787好了，然后联络 email 哈 ，BB is a dog， 博伟是博伟蛮年轻的，博伟今年18岁，他2001年出生的，然后博伟的生日我知道啦，6月17号。Facebook 哦，他还可以留这个 FB 的个人页网址哎，我这样算不算实况伪造文书啊？会不会到时候我被告诈欺？到时候魔镜反告我说什么？我这个资料乱给。别再演了，你只是想找借口去地表最强战队而已。虽然我觉得地表最强战队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战队。他的老板也比我们家老板还要帅，唱歌，哎，唱歌的话不好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家老板唱歌真的好听，只是他最近不唱。当然长相其实也还好，哎，说真的啦，我觉得两间这个老板互相比较这个长相，我觉得杰伦真的帅，但是我觉得摸死好像略胜一筹，盯着他脸，不觉得很帅吗？看久了会爱上他那种，我觉得长相跟佛心程度的话，我们家老板应该是不服人的，因为他腰围大了点。好，然后还有 IG 的账号哦，基本上这些就是如果各位自己有那个 FB 的粉丝 IG， 我觉得很多那种 IG 那种妹子干那个都10万赞的，过来应征一下应该蛮有机会的。只是男生的话，我不知道男生他们会找什么人呢？因为目前 NE 的人他妈的里面的男生是不只会讲干话、啊，我仔细发现了一下 NE 的目前男实况组，他妈清一色才能好多干话、欸，我不是啊，我是唯一不会讲干话的那一个。我们 NE 的男生目前都好像都是像做游戏业的比较多啊，因为目前 NE 的男生其实说，你看懒猫嘛，客长嘛，也是干话一哥，然后 JJ 最爱讲干话的，然后叉烧哇，叉烧的那个辩论功力哇，叉烧的辩论功力真的是屌啊，叉烧的那个辩论屌打那个谁肉鸡哦，然后渐渐的这个才能也是干话，然后还有小吸一点东西，然后我们的奇力哦，奇力哦，奇力就是砍叫的、啊，砍叫也可以算是一种才能啊，奇力的才能比较多一点啊，干话加砍叫、啊。球球就是无敌嘴炮之王哦，球球这干话也是厉害。然后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公司里面最诚实的，诚实然后长相清秀可爱，应该要找一个会变魔术的啦，或者是很会那个很会跳舞的男艺人进来了吧。嘟嘟嘟，对比一下你本人跟你在 ME 的照片，没有啊，我本来就长这样啊，就真的是照片不腐烂。没有啊，我本来就长这样啊。我一直都长这样子啊，我实况上只是稍微化一下妆，然后换个样子见给你们看而已。我一直都长这样的、啊，这个宣传照很正常啊，这个宣传照跟我本人就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照片骗人的，我就不会，我照片就不修图、不打光、不骗人的、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真的报名的、啊？你们不是两只他妈都很爱讲干话，说我们自己长得像金城武吗？报名一下好不好啊？只会讲干话不敢报名是不是啊？学着那个什么肉鸡一样好不好？被插刀在那个石块上呛，就等于跟他真人 PK， 真人嘴炮，顶多被电到回来而已。至少人家勇于挑战嘛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长得像金城武啦，觉得自己什么有很多才艺啦，开台非常的有趣，你开台实况会红，可以成为第二个养哥的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来报名一下，真的让我们见识见识各位的潜能。那个连结点下去报名，下一个人一网红就是你了。看一下还有什么。他有什么选项啊？这些我们先跳过。哦，这个的话，大家记得填一下。如果你说最喜欢的艺人是 Wins， 跟你讲啊，这个录取率提高87%，记得填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填其他的可能不会进来，但如果你们要，你直接说，哎、欸、，Wins， 我最喜欢 Wins， 我是玩粉。你们讲完这些之后，
基本上稳了，你就一定可以来参加到时候的海选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你打这样，你打这样，那我觉得你应该会被刷掉了。你只要打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这个请骇客倒进这个公司的那个资料库里面，直接把收视网还有全部砍掉。爆破！我收到，收到。我最喜欢的艺人一定是这个、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打这个绝对稳。打这个就对了。我是觉得你进一间公司要先讨谁的欢心？当然是老板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讨老板的欢心，你就先赢一半了啦。你要打 Mistake、Moss、陈慧中都可以，只要打上正确的这个答案，你这个录取几率我觉得应该会提高一点点啊。参与这次 NE 网红养成，就是如果你们自己想参与这个 NE 网红养成计划，你们是为了什么而来？比如说你可能也很爱玩游戏，你真的觉得哎、欸，你玩游戏的实况你觉得很好看，而且你各个游戏都玩得很好，你是游戏天才，或者是你很会讲干话，你很会带动一些气氛，或者是你有主持功力啦，或者是你很会跳舞、唱歌、变魔术之类，反正有 各式各样的才华都可以填哦。我先聊完这个，各位该要填这个啦。我觉得我够帅，可以当 model 之类的啦。我帮你们想好了，你们就打这个啦。然后为什么原因？然后有无经纪公司，这个一定要填哦，因为毕竟 NE 也是算一间经纪公司啊，这个一定要填。如果你们有经纪公司还来填，然后直接录取，你没有跟公司讲，这个会发生一些意外啊。有无经纪公司，比如说打个 JT 嘛，毕竟就是 BB 嘛，就打个 JT。然后哦，然后你们还可以传影片，就是这个就是传，比如说你一些才艺的表演，比如说你很会变魔术啦，或者是绕口令啊，或者是像我一样这个发音特别的标准，可以讲个绕口令五分钟左右之类的。然后提供个人照片三张，会不会到时候一个来闹的，真的传金城武的照片？好啦，大家认真的好不好？不要来闹啦。然后最后再提交就好了啦，好啦，就各位有兴趣的报名，8月31号前记得报名，好不好？来当我们的同事就差你一个，结束了。哎，有没有人真的听我讲了？你们真的有兴趣报名的？我现在先问你们，不要讲干话，你们有没有人对这个真的有兴趣的？我想要了解各位有没有兴趣或想来参加这种东西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网络红人啊，说真的，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个红的机会。真的很多人其实他们很有天分啊，搞不好我们开实况也很好看，有些搞不好开实况只有30-50个人看的人。哎，宝贝，要不要报名啊？我已经帮你填好了，你看我的资料有没有对？资料正确的话，我就送出去咯。我到这里，你目前我填的都是正确的吧？可以送出了，笑死！来，那宝贝，我问你，你如果你今天要进来魔镜，你就要进来A1，那你最喜欢的艺人是谁？网红、实况主、歌手、演员等都可以，我会打这个啦。你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懒猫、哦、不行啊，你这就错误答案。你当懒猫，懒猫也不会给你钱啊，他也不会拿他信用卡帮你刷啊，你这样进不来这间公司的、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，boy。怎么可能？懒猫用钱收买 Moss 吧？哎，有机会哦，搞不好懒猫直接买了一栋地堡送给 Moss。我想要 BB 进来魔镜，你这个答案感觉也 OK 啦，但我觉得你最稳是打这个，因为毕竟我是这个 Moss 最深爱的旗下的艺人，你打这个就对了。自我介绍影片 PPA 0-100，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不过你这个就赢一半了啦，这个赢一半了，这个赢。那个人照片怎么办，博威？你个人照片要截哪里的图啊？我帮你找一下。谢谢 Peter。别做梦了，你在 ME 大概是最没影响力的实况主吧？说啥呢 ，Peter？ 这个玩粉的数量这么的多，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力啊？两色全都是玩粉，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力？别开玩笑了 ，Peter。有没有拿哪张 BB 的照片啊？这一张吗？哎、欸，这张就可以了，这张可以，这张可以，这张应该还有机会了。而且为啥会有我、啊？我来传这张可以吗？等一下我来看一下，看这个谁啊，好帅啊！李杰以前长这样的、啊，他这时候笑得好腼腆哦。他现在人怎么那么急吧、啊？但是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有点像那个流氓流氓偏假假的那一型。哦，这张好了，看这张帅成这样，久违的情绪 ，BB 开心宣布求婚成功。为什么蜘蛛女友 BB？BB 是妹子、啊，可不能这个 BB 进来啊！聊完这大招好不好？我们不要 BB 了。好啦 ，BB 就传这一张好了，这张是 BB 对不对？就传这张啊，好，玩着给他。好啦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啦。有没有人真的去闯的？哦，送出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送出应该不会被，我关掉了。好啦 ，BB 自己在那个啦，大家记得要送出了，好不好？搞怕送出之后，公司觉得我来闹了。